中央社记者陈伟霆台北17日电，中央气象局报天气粉丝团今天指出，北冷南偏凉的天气还要持续好几天，要到周六23日才会回暖。另外，气象局今晚也对北北基宜兰发布大雨特报。中央气象局报天气粉丝团今天公布未来一周全台气温图表，指出明天强烈大陆冷气团稍减弱，但由于云量增多，气温上升有限，因此各地气温仍低，各地低温约摄氏13到15度。气象局指出，周三20日到周五22日，另一波大陆冷气团南下，天气干冷，各地日夜温差大，预计周六23日冷气团减弱，各地气温才会回升。另外，台湾附近水汽增加。气象局也针对基隆、新北市、台北市和宜兰县发布大雨特报，今晚至明天基隆北海岸、大台北山区及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106万1217。